接吧。喂，你好。哎，你好，他陈师傅他现在不在电话这里，我帮他接个电话，你有什么事啊？你是哪个位置不行？我的信息发过来，你收到了吧？你过去。啊对，外面那么多那个，你说哪里的？跟你说一下呗，好多人弄不到。